然后呢，对，有一天我刚刚到了中国的时候，我在中山大学教书，和别的西班牙语老师在聊天，讨论上课的事情。我们旁边有好几个一年级的学生，然后发现了我们说这句话，就旁边的学生会很吃惊的，然后我就问了，哎，你干嘛进展？他说，老师，你们怎么每句话都说大便大便？吓死我！然后我说，哎呦，你们听到这个大便不是大便，是西班牙语的 está bien，口语说大便，意思是 OK，好的，行，可以，就是大便。